这款 Sonic 呢，上一次我破的其实不是冒险结局，它只是一个普通结局啊，我看错了，看错了，好丢脸哦。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挑战的就是快乐结局。有人说呢，快乐结局就是给所有人的活下来，就包括给 Sonic。Sonic 他好像是被某种邪灵给附身了，所以我们要去找出真相。哇 ，Sonic 你累了，我去帮你捉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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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对 ，Sonic 不会累的。OK， 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决胜负的时候了，就我们要选出正确的指环才可以带我们自己出去。我们要带 Sonic。Sonic 去找红色指环，让它变成蓝色。对 ，Sonic 跟我走 ，Sonic 跟我走，走这里走。我们先把 Sonic 给丢进去，对，它就变蓝色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喽。哎哎，我哪个在对来了 ，Sonic， 老神干，不对了 ，Sonic 你要跟着我走，下来下来下来，对对对对对，下来对对对，跟我走，对对对对，就这里。哦，白痴啊，红色我进去干嘛？完蛋了，输了，冲开，真的是千辛万苦呢，要找一个 Sonic。为什么是我先进啊？你不是比我下面吗？奇怪呢，这游戏哦。OK， 又再回来了，先把它送进去。OK， 太棒了。OK， 差一点我就要死翘翘了。哦。来到这地方了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据说呢，如果你要破那个拯救全部人的结局呢，每个人都来到这个地方一次。这上面好像有东西，这个，没错，这上面有东西。你看，我们不要走下面了，下面走过了啊。你看，可以穿过的，骗人。哎，我这是哪里？哇 ，Sonic！ 啊，不是我，我只跳起来而已，为什么？On the day before， 前一天啊。哦，我是灵魂状态的。有恶魔来找 Sonic。然后呢？就这样。哎，他复制了 Sonic 哦，所以他把真正的 Sonic 给绑住了哦。为什么变黄金了？附身 ！Oh my god！ 我们在 Sonic 的意识里面吗？他让 Sonic 失去了意识，你看他眼睛啊，又回来了。哦、oh! ，What？这什么东西？哎，这脸也太难看了吧 ！What the heck? Who are you? 他是一个黑暗的守护者，在 Sonic 的潜意识里面啊。然后我可以看到你尝试在控制他的身体。我不会让你这样做的，但是我会给你一个提示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可是这个世界的神呢。他的身体迟早一天是我的。现在给我离开，杀了朋友，摧毁他的所有希望，这样他的身体就是你的了。现在去吧。OK， 水圣 Sonic 还是好的， Sonic 的身体还是在他那一边的。走太快感觉会中啊。所以前面是什么？哎，橘色的，进去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这个红色的，红色它一开始就在工厂里面了，所以我们就进去吧。正义铁拳，咏春叶问。他变黑暗回来了，赶快往右边跑。对，可以破坏的，可以往前走。对，这墙壁都是可以破坏的。看不到了啦，哎，完蛋了，我走到死路了。哎呦，我走到不能走的路了啦，哦，不行了，这样我要重新玩过全部呢。是这里，走不过 ，OK， 有，破了，走，走。哦，有。哦，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鸡蛋头啊，不是鸡蛋头，它是鸡蛋的身体。OK， 我们之前是往左边走嘛，我们现在往右边走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就完蛋了。哦，电梯，哇！哇吼！为你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呢。到站，是吗？是这里吗？哎呦，怎么又电梯？是我太重它才下降的吗？还是它原本就在下降 ？OK 嘞，选哪一个呢？这个，我选人类。在两个动物之间选的话，我还是选人类好了。新地方哎，哇，这是我最后赶上的人。
Hello， 那个黄色的呢告诉其他人他看见了什么，然后全部人都震惊了。红色的说他可以找到什么敌人吗？还或者是解决方案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总之我们就是要去战斗嘛。哦 ，OK OK， 我有技能呢。哦，那 Q 是什么 ？Q？What？ 我吃了一个小蛋。哎，哦，哦，小蛋，小蛋可以一直放哎。摔摔摔摔摔！哎，走走，一起一起待一起待一起。S， 按 S， 按 S， 按 S 可以形成防护罩，保护全部人哦。哎，摔摔摔摔摔！你怎么又在来？你为什么剩下一个人了？还一个人呢？哦，完蛋了，我让一个人死掉了，不行，这样的话结局就不完美了。哎，哎，我死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我失败了。你死了。哎，这是 Sonic 的心声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可以来救我吗？没人。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死光光？ Tails， Tails， Oh my God， 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。Oh my God， 你也死了。你根本不是我的朋友。哇，脚步超沉重。哎。给你吧，我的身体。哎，还有吗？哇、哦，我直接变一个白眼人，直接翻白眼呢。Oh my god！ 不关我的事，不是我杀你的。好像你们都不跟我一起走，你们在后面干嘛？跟我跟上来就好了。哦，哦，你原本就敌人吧，没差啦。哇，尖刺哎，杀了我吧。按 Z 来跳 ，Wait， 他跳一个框框出来说：“等一下，不要这样做 ，Sonic， 你不能救我，但是你可以保护自己，是吗？保持你的希望。马赛克也可以哭的。What the？哦，准备好了，女生们，我们走吧。还蛮开心的这结局，还蛮不错的这结局。对啊 ，OK， 时间终于倒流回来了。屁嘞，我自己走了辛辛苦苦的，如果这一次再没过的话，就算了啦。这次我要保护你们，走走走，过走过走。哦，两个两个 ，OK OK， 都有防御到 ，OK OK。哎，为什么一个死掉了啦？为什么？哎，剩下一个啊！哦，他们很机车哎，站得这么开干嘛？你们两个有心结哦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行，就差前面，就在前面了哦！你不要让我重跑了哦，拜托你了，阿闷呢？时间终于又再倒流回来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就只能说我们的命运就只有坏结局了。呦呦呦呦呦，这次可以。你没死，真有趣啊！哈哈哈哈。我们一回来 Sonic 的记忆里面啊，这次没人死哦，所以他应该可以很快速的解决吧。哦，三角恋，跳起来不能跳呢。It's over， 是你 over 了。哎，我一回来这里了，为什么我没失败啊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还是死了？哪个步骤有错吗？为什么？哎，你这个死了没什么的 ，OK。跳，等等，不要这样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死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哪一个步骤错呢？可能是那个在他的记忆里面那个上个人的步骤错了。看来我们命中注定就是坏结局了呢。希望的影片的话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。我的命运就是坏结局了。如果想要看各种游戏的坏结局呢，欢迎来我的频道。